黑马750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那么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天津的梅江会展中心。这里呢，从明天开始，为期3天，将举办第101届的全国的糖酒会。那这个秋季的糖酒会呢，这一次呢是在天津举办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场呢来到了这里，看看大家就是很多厂商在布展的那个情况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现场，其实还是很紧张的，有很多人在办证啊，等等，在做一些准备。那么我们这次带你逛展，将会为大家带来现场更多的内容，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黑马750 APP 啊。